热水器打不着火的原因。热水器打不着火的原因有：一、电池供电不足；二、电磁阀故障；三、点火器故障；四、点火磁针或感应磁针故障；五、水压问题；六、水压联动装置故障；七、气源开关未打开或进气滤网堵塞；八、烟管无法正常排气；九、气门密封件被燃气腐蚀后发胀；十、气种不符。首先可以从热水器外围检查，如热水器供电电源、水压、燃气、排气是否正常。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，则可以确定是热水器机身故障，需要联系专业售后人员进行拆机检修。